我去坐下。去坐下。小小一年级，二年级，三，六，四，六，五，六，然后一年级。小龙再去拿一张纸。加好，再整理。来，小朋友，注意。注意。啊，知道我们这边干嘛吗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欢迎我们。我会去让楚老师。赶快去。欢迎我们锦绣八八社区林口国中校友会，还有中华物业交流协会基金会。那来我们这边呢，是要跟小朋友捐赠物资，那我们要感谢他。来，我们会不会那个原住民的掌声？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、9。好，那个呜呜呜，我们要再练习哈，不整齐。好，那我们先请那个。我们校长先讲一句话。好。各位姐妹好。校长好。今天特别来一次，因为我的老朋友来看我，来看大家。站在这边的一些帅哥的哥哥，比较还帅的哥哥，总共六个，是像多年来一直跟他们过的好朋友，他们是从台北一直辛劳的来到这个地方。里面有都是在锦绣八八的社区的大社区，还有一些林口的一些校友会，还有一些物流交流的好朋友来到这个地方。看了好朋友带了一些生活物资，想说这个寒冬为小朋友捐赠一些让捐赠一些物资，让大家能够暖暖的过这些寒冬。我待会会请他们说说话，所以。大家如果拿到这个物资，一定有感恩的心，好不好？好。下一次，如果好不好？好。下一次他就会带更多，比如说脚踏车，比如说电动玩具，任何爱的东西都可以带过来。所以你带了记得一定要有感恩的心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有没有？刘大哥，刘大哥，简单的两个，好，谢谢校长啊、哦，不用麦克风了，那么小哎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好，大家那么健康，在这么好的环境、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在这边求学啊、哦，那我们是从台北林口来的，那我们有一些物资、哦、跟大家分享，那希望大家以后。有机会也可以跟出了社会之后也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分享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把他们的毛孔闭起来哦，因为他们常常来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做捐赠吗？好 ，OK， 哎，哎，简单就好，简单啊，简单就好。哎，大家一年级的请。我们派最可爱的班级。好，派最可爱的来，到前面。今天你要笑，不要照要笑，牙齿要露出来。没有牙齿没关系。哦，一人一份。来，不是一人一份吗？短裙哦。哎，一人一份。那边可以拆，包一桶了。哎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拆小东西是对了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拿得到吗？拿得到吗？好，很重哦。好，谢谢啊。都一起照就好，照照照，来，阿斌拿水果来，好呀，来。前面一年级没有笑、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给你们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学校这边，没有什么大礼物给你们啊，不过欢迎你们来山上玩。到时候想要露营的，想要烤肉的都可以到我学校来，一定免费给你们啊。那我用小小的感谢状颁交给你们。来，一个来吧。锦绣爸爸的，锦绣爸爸的来了。你看，六年级来帮校长发一下。锦绣爸爸的话，来，老大来，你来。我林口国中的哇，林口国中，林口国中哇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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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来，林总。来，林总，来来，这里面一点，来，再站过去，站中间过来这边，站过去一点，站过去一点。来，一起来，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哦，来。来笑一下六年级的，你们身材像大人没关系。好了，再给我们掌声，对。好了，我们帮一个看一个全照啊，全照，全校跟小队的照。来，校长，我们来个大合照。可以啊。你要整个人拍吗？大合照。啊，小朋友起立啊！起立啊！一二年级在第一排，三四第二排，五六第三排。来，五六年级到过来，一二年级，五六先过来，最后面那一排。好 ，OK， 好，五六赶快。先过来这边吧。好 ，OK， 下次来这边吃了午餐继续下一波。站在下面叫，下面叫好了。站在下面叫好了。来，三四第二排。来，一二年级 B 盘，来，我们来拍一个全照一下，全校跟你们拍。我们很感恩啊，有这个来宾给我们赞助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哈。我们站旁边，你们可以站旁边，来，全部都拍照。大的站旁边吧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站前面啊，你比较好。来，一起来。后面也可以站，如果对，后面后面自己小心啊，台阶自己小心。来，好，这个注意小朋友注意，对吧？全部看前面啊哈，有没有名台会播出来啊？16频道，来看前面啊。我们拍一个先一个笑，一边一边啊，喊到三就笑啊，一二笑。好，再来比一个赞好了，一二来赞，好好，谢谢哈，好了，小朋友请导师可以带回去教室了。